变啊！没事啊。搞乌克丽丽啊！下面有乌克丽丽。你要不要？我不要乌克丽丽。我不要乌克丽丽。继续吃过来炸的，早安大家，我快要结束了。大家早安，我要结束了，我早餐，等我一下。搞炸搞炸！妈妈做啊！大家早，应该说我想在床上直播直播睡觉，真的起不来了。大家昨天有地震这件事情吗？但是我原本没有感觉，我又没有感觉了。然后妈妈就说：“哦，有地震欸。”那我就说：“哈，地震！”我说：“超级慌的。”不要啦，不要地震！我说：“我不想要地震。”然后妈妈说：“我也没有想要啊。”很可怕、欸。哦，我不要啊！南部美食，南部美食啊，但就很可怕。所以地震还在公司，你也太晚了吧？你是上夜班哦？虽然还蛮大的，还好，南部还好，他很庆幸自己在南部。听说北部很大，谢谢 Titan 的爆竹。我说不要，不要地震了，很可怕、欸，地震很可怕。柜子晃得很厉害，结果警报没响。啊，不是说警报响的定义是什么？侦测到某一个地区会超过四级，然后规模会超过 5.0 才会发警报。好像是这样。没事，没事，之前也没有通知过啊，是不是？大家就把它想成是之前的样子就好。警方想的才还好啦，还好啦。但昨天
有超过四级吗？不知道，台北市超过三级。对啊，没事就好，开心。好像是级数感觉不大，但咬起来感觉好大。总之，大家早安，又是个美好的早晨。给大家欣赏一下我的画，我的画作这里。第三名啊，要出门了，拜拜拜拜。大家是不是觉得应该要播歌？但是我现在没有手机可以播，先用请妈妈唱歌好了，当我们的背景音乐。我们要开始唱歌了吗？请问我们高歌一曲。大家吓跑了。我们不是要唱那什么淡水暮色，淡水暮色。唱啊！我不会唱啊！一下，小泽来了，小泽，你画太强了。对，我画的在这里。小泽来了，大家 ，Hello。啊，不能唱歌，来一首开开心心，妈妈来一首开开心心。冰的啦，啊，不能唱歌，摆正腿，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在推大的妈妈们吗？阿妈要不要唱一下歌？为什么？要哭了。现在在下雨吗？没有吧。我在煮东西。早安。妈妈来唱歌了。我发现窗帘卡在那边，把窗帘拉拉下来一点。刚起床。哎，坐啊，妈妈。来啊。来来来，这吃啊，你过来。来啊，坐啊。坐到大家，阿姐姐在睡觉，乌咪也在睡觉。坐啊坐啊，哎、欸，怎么样？今天早餐好不好吃？烤吐司。怎么样？哎、欸，还不错，还不错啊。嗯。今天吐司，可以形容一下吐司的口感吗？我的没有烤，我觉得不软。为什么你都没有烤？那不是从冰箱拿出来，我不会烤。为什么？烤一下比较好吃啊，会有脆脆的口感。嗯、我也喜欢吃软的吐司啊。是哦。嗯、那你知道为什么吐司叫做小胖吗？因为你在小的呀。不是哦。嗯哼。不是哦，小胖是日文呢。我今天他因为不是因为他很便宜吗？不是呢。但是很像熊胖，所以就觉得好像很便宜。哦哦。但其实熊胖是日文来的，但我忘记是哪个词。它是日熊胖熊。那日文原来就有熊胖吗？因为吐司什么修路胖之类的。哦。就很像熊胖的东西。感觉这种吐司是从外来的，从西洋，从欧美。过来的那种感觉，但是胖是日文的，也没错。台湾人做面包的技术应该是跟日本人学的，好像也是这样子的。应该说面包传进来的时候在日治时期，对啊，所以就是用，没错。哎，那怎么样？那你喝那个吗？巧克力牛奶。巧克力
台湾要10点播是不是？是怎样？又要接力了吗？怎么样？形容一下巧克力牛奶的味道。因为巧克力是昨天为了一家买的。是吗？对，我平常其实不太喝巧克力牛奶，但是因为一家其实还蛮喜欢。真的吗？还好啊，还可以。真的吗？还可以。所以我就跟着一家一起喝巧克力牛奶，我觉得也蛮好喝的。蛮好喝的吗？蛮好喝的。还不错。等一下会有一个香港朋友，来自一个 Hong Kong 的一个朋友啊。要来我们家，我们收留外籍生，家庭收留回不了家的外籍生，请形容一下可爱，怎么样？觉得怎么样？今天，因为一家蛮可爱的，然后感觉一家变瘦了是吗？我跟你说一件事情，我发现嘉义每个人都说我变瘦了。对，我感觉一家变瘦了。爸爸也说，你是不是变瘦？然后那个姐姐的二胡老师，他当时来台北找人说，一家你是不是变瘦了？就是反正从嘉义人都说一家变瘦了，然后台北人都说，就他们啦，你是不是变瘦了？然后嘉义人都说你是不是变瘦了？不行大家睡一下好吗？睡一下，真的是。真是，什么小晴？没有小晴，没有，不是小晴。小晴有约小晴，他说我要去其他地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还有我们的大学外籍生朋友，也是没有家里可以回的，所以我们收留。跟我认识的一家好像哪里不一样？我觉得比例上好像也不一样。脖子变修长了，对不对？我看脖子，好，脖子也变长了，怎么样？大家看清楚一点嘛，要不要感受一下？怎么样？还不错啊。对呀，脖子变长了，脸变小了。还不错啊，突然间没有 feel 啦，没有 feel 啦，是妈妈受地震，然后想不要地震，但是我没有感觉，你不是在睡觉？没有，我还没睡。你还没睡啊？可是已经躺在床上，眼睛闭上了，对啊，还吓得那个样子。我不要地震啦。而且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滚下床。对，因为妈妈说那里最安全，床下最安全，是没错，没有床旁边最安全。地震了就滚下去，因为那边有一个三角地带。但是昨天我在一边喊地震，然后一边滚下去，地震。然后还有盖着棉被滚下去，不要地震。我跟姐姐都在看你在做什么。我不要啦，不要地震啦，讨厌呢。妈妈握手是没有，妈妈有握脖子卷。妈妈，很可怕，很可怕。他跟楚楚比，我是楚楚不能比，楚楚不能比，楚楚太强了。喵，乌咪耶，是乌咪耶，不错啊，大家来聊天啊，怎么样？聊天啊，要不要玩接龙？要不要玩接龙？你像小时候我记得我蛮喜欢，就是坐车的时候，那接龙接到我自己都觉得很无趣的，我就会问你们一些要不要玩接龙，一些脑筋急转弯，就觉得还把小孩子考倒，我觉得很有趣。什么意思？怎么会有这种问题？对呀，就怎么要把小孩子考倒问题？对呀，我就我来问你一个脑筋急转弯。现在吗？好，我现在问你一个脑筋急转弯。
手指甲跟脚指甲哪个长得比没有，这是你的问题，这手这什么这不是脑筋急转弯吗？这不是脑筋，我是叫手指甲，这不是那你讲一个。好，我讲一个脑筋急转弯，就是有一辆开着，我知道备胎太无趣了，我知道，我讲，我妈讲有一辆，然后说我知道备胎。哎呀，有没有很快？马上解题。急转弯太大，脑筋急转弯。太急了吧？你太急了，太急了，你太急了，太急了啦。好吧，先有答案，先有答案再有题目。太急了吧？你太急了，你太急了。有一辆开着九十，有一辆我知道备胎。想有急转弯，哪一辆车轮，哪一个车轮没有着地？太急了。下一个，下一个。哎呦！哎呦！哎呦！很急耶，太急了啦。我妈很受挫，很受挫。我妈顿时失去信心。我的脑筋急转弯都被你破梗了，我已经想不出来。下一位，现在超哥的爆竹。下面一位，还有什么？哎，我在那个欢喜玉玲珑看听到的，姐姐跟我说的。嗯。猜灯谜。嗯。猜人名，一个名人，在电梯里面放屁。猜一个人名，他是台湾的台湾人，嗯，他是歌手，现在的歌手，是吧？还活着吗？还活着，还活着。他是中生代、新生代、老生代，就是欢喜玉玲珑啊，欢喜，但现在还有，要公布答案吗？好，你公布答案。莫文蔚。莫文蔚。不要闻味道。莫文蔚。好难猜。还不错，还不错，这是欢喜玉玲珑看到。我应该是公告题。目屎是飞袂离啊。目屎就飞袂离。对、啊，我再弄一个，我已经没有那个脑筋急转弯了，我后来自己想到的脑筋急转弯。好，请说。好，那个，十字路口是明明是闪黄灯，但是大家就冲过去，红绿灯，大家明明是闪黄灯，大家还是冲过去，但是却没有被罚款，为什么？因为是闪黄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答案是因为闪黄灯吗？答案是什么？他已经闪黄灯了啊，其实然后大家还是冲过去，因为是闪黄灯，是这样吗？不是，闪黄灯就不能过去啊，可是闪黄灯可以过去啊，闪黄灯那是冲，你看到闪黄灯你冲过去就变红灯了啊，可是但是另外一种闪黄灯呢，因为那个十字路上只有黄灯，没有，他就是对啊，对了，对了，对了，对，又被猜到了。可是你一讲闪黄灯，我想的就是只有黄灯的那个闪。真的，对，我反正都弄过给你猜了，答案你都知道了。怎么办？对，是亮黄灯，不是闪黄灯。闪黄灯就是只有黄灯的那个闪黄灯。哦，你要讲亮黄灯。亮黄灯，可是红绿灯，所以啊，不管我用什么，我讲亮黄灯、闪黄灯，你都知道啦。是闪红灯才要先停下来再走，闪黄灯只要减速就可以走。是没错。机车驾照写的，不是不会离呀。
谁根本不知道。我们要跳出，噔噔噔噔噔噔，怎么办？阿妈。对呀、啊，那么小的。我之前去夏威夷，那威夷就被吓到了。威夷是谁呀、啊？另外啊。下面一位，谢谢。怎么样？最近？哎，衣服质感还不错啊。不是啊，哪里买的？嗯。哎，这几年的什么时候的衣服？二十年前吗？没有，最近倒不是二十年前，这也是最近是吗？这件去 Zara。不是，这件送的，某某购物台，虾米。没有，去跑去看去搭破冰船来。哦，就哦，谢谢，再再挑啊。今天要考，好，加油，上班加油。现在 Julian 的爆竹怎么样？最近怎么样？最近。不错，我们老板对我不错。哎，有红包哎！谢谢阿正的红包，新春大红包。红包无法领取，为什么？我可以领哎，谢谢红包。是哦，早安，大家早安。谢谢。我妈去哪里搭破冰船？芬兰，好，谢谢，现在地下小白的玫瑰，要杀戮的玫瑰，谢谢。芬兰的呢？哎，那你英文应该还不错，是吗？英文蛮好的。英文是可以协助一下领队的那一种。哦，那蛮好的，是。是怎么变那么好的？这个台湾的教育其实还教育的还不错了。台湾的教育，台湾也学的还不错了。还不错，还不错。你要不要就是用英文跟大家自我介绍、不用了，不用了。没关系，就自我介绍。不用了，可以。不然用台语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台语也塞。英文不行。台语讲了较好。英语讲了无加落，毕竟没的环境。可以干嘛？为什么是麻油？你是说麻油的英文吗？妈妈应该普通了，普通了，普通是普通的程度吗？偏假了，是普通的工作。不是之前去工作都用英文工作，工作上面可以应付了，还不错。但是怎么出差啊？去外面 social 啊？应该是还不错吧？对啊，都是英文很好啊。偏假，不错，太好了，还不错。好，那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这是一个访谈的节目，大家知道吗？说到自我介绍，我自我介绍，我跟你讲，我因为我现在要上那个 EMBA 财务管理。对，因为我们刚开学，我们没有寒暑假，我们没有寒假，那我们就开学了，然后开学就要自我介绍嘛，因为我们同学已经认识我了，然后那个刚好就是新老师吧，老师刚好不好再讲到什么事情啊。然后那个我们同学就说啊，那个叫阿姬啊，叫姬啊，用啊，叫阿姬。你是姬哦？对，阿姬啊。你是阿姬哦？这么老吗？对，我们班上就是有一个就是说啊，叫阿姬啊用，叫阿姬啊用，然后那个老师就有一点。就有一点愣了一下，你们因为那个看起来很老的人叫我阿静，你知道吗？为什么？没有，看起来六十几岁的，我看起来是六十几岁，他就看，我认为啦，然后就他一直叫阿静啊，叫那个阿静啊，比如说好像做一个那个科代，就是我们科目的
小协小小助小老师，小老师类似这样的协助，协助更跟有，因为我们有不同老师吧，他那个冲堂的时候，哎，帮他们做一下沟通，然后他就啊，给我记得用，给我记得用。然后那个老师就也那个，他说哦，女孩子不太喜欢被叫阿姬啊，你如果问路的话被叫阿姬啊，哈，那个通常不会被回应啊。然后我只好默默的说，哦，没关系，我们 PK 过了。什么意思？我是我们班上年纪最大的。是啊、哦。真的。真的假的？真的。真的，我是我们班上年纪，我居然我有点我自己吓到。是啊、哦。明明看起来每个人都年纪看起来那么大。阿妈你好坏哦。你好坏哦！他们也觉得，他们也吓到啊！所以有我们我 PK 成功的时候，我们班上怎么会有 PK 成功的问题？然后我们班上那个气氛突然全部都冷下来。那么老、哦？对。然后怎么这样？好可怕！后来我有点后悔，我女孩子根本就不能跟人家 PK 年纪。对啊，我就没 PK 年纪。没事去跟。干嘛 PK 年纪、啊、然后自己就、好无聊对好无聊怎么会这样现在北极星的玫瑰妹妈妈不要来一首玫瑰玫瑰我来玫瑰玫瑰怎么样哎，他最近还不错还不错要过年了你唱啊要过年了是不是什么要过年了我们要跳了咪起飞咪来嗨我们来走了啦、不想看你们啦我没有银饰妈妈看起来很年轻妈妈说你像谁我都被乱叫我那天居然被叫周慧敏我自己也吓一跳说、奇怪我到底是叫谁对你们在叫谁哎、周慧敏妈妈像周慧敏吗我没来我觉得不像啊我没来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的五迷？什么意思？事故发生中。什么意思？五迷？什么意思？好，五迷可能想要在那边，你给他一个位置。哎呀，你不要抱他，让他自己来，要不然他可能会冲来冲去。我没冲啊。可怕耶，吴明。吴明撞了，对，吴明撞了可以原谅，是不是？应该是吴明才可以原谅。我觉得他会想要在这里。怎么样？那你想在这里吗？没，吴明，我觉得吴明会想要趴在这里。最近怎么样？跟大家聊一下你的初恋。没没没没。哎，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我不是。骂我的主管哎、我跟你们说他昨天跟他主管一起去逛 Costco 他、不是很凶对啊我们他、不是很凶还是去逛 Costco 哎、我们两个常吵架但是我觉得他是不是被虐得很开心什么意思他是 M 是不是好奇怪、他被我虐得很开心吧他还送我很多东西也居然对啊他说已经收到五罐红酒对啊他今年为什么过年还居然送我很多东西耶然后还有什么乌鱼子乌鱼子怎么会有送乌鱼子的问题对啊好怪哦青森苹果一盒青森苹果哎，对，今年过年送一堆东西，还要送，就是不要说以前红酒，他这次就送我两罐红酒，我就不知道，我拿的好心虚哦。啊，谢谢，谢谢啊、哦，谢谢。是翻桌，也没有翻桌啊。我没有冰的，有时候很想冰的，但是没有冰的，没有冰的，怎么冰的？没有冰的，因为桌子冰不了，太重。有时候只想站起来拍桌子而已。吃下去有肚子痛啊吃下去搞不好吃下去肚子就痛哎、应该不会吧我吃了一颗了应该还好啦还好吗肚子还好还可以还没有加什么药不知道还不错啊一瓶之计还不错对啊这个对真的是令人可疑的地方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不好
好吧。哎，那最近过得怎么样？我的起手式。哎，最近过得怎么样？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跟大家聊聊你的过往。那年的那过往还不错啊。最近干嘛？最近还不错啊。最近放寒假嘛，对不对？对呀、啊，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啊，怎么是一直你在问我嘞？在怎么样？孩子啊，怎么了，妈妈？怎么了，母亲大人？妈妈，最近在台北还过得下去吧？还可以，还可以。需要有哪一些钱资助你吗？那个学费最近要开始缴了。哦，好，我知道了。学费，学费快要。大概这几天要去找一下、哦、这样。好，没关系，那个这个是银行的事情，银行事情拿给银行就好了。对对，妈妈也刚缴完自己的学费。拉菲爷爷最近过如何？拉菲爷爷还不错。握手一提，哎，最近过怎么样？还不错。吃的还习惯吗？后面爷爷爷爷在那边拉好久。没有，他已经拉了好几年了。对，他拉好几年。他从几岁开始拉起啊？我小三的时候。小三？真的吗？啊、小五吧？哦，是吗？好啦，小五。小五吧。小三吧，是中年级。我觉得应该是。是吗？但这是中年级的名啊。你三年级就画这么厉害？还是高年级？高年级啦。好吧。他应该是好像五年。但我不会了，我不会画了。他五年级的。高大他为什么要去比水墨画？因为就是水墨画没有人比，所以你只要去比就会得名。这样，握手会出处，真假的？真假出了吗？妈妈宣传一下握手会。啊，好，那个，这个我们一家，对，快点，悲情记，我还没怎么了，妈妈？母亲大人，我还没讲完。讲完我那天开学的事情哎、欸，你开始说了，你继续。对，然后突然就我们老师就叫我小凤，小凤、啊，然后我就自我介绍，我刚不是要自我介绍吗？对啊。然后突然讲的时候，大家好，我叫小凤，突然就很信心他们，我把我名字讲出来了。没有小凤没关系、哦，这样一个字，这样一个、哦、大家报你的姓也报你的第二个字。哦，好，没事，好。叉叉凤有可能是王。王先凤是吗？没有，就王妈妈啦，王妈妈。李对李李小凤之类的，李小龙、李小凤。好，336，真假的？那么快？等一下，太快了吧。再宣传一下，再宣传一下。宣传一下。这个王一嘉，出生于嘉义市。嘉义市。出生于民国九十年。九十年。也就是西元的2001年。真假的？谢谢大家。耶，胜一步了。耶。感谢各位同仁，好，继续。嗯，他是一个单纯、温柔、善良、可爱。他是一个善良、美丽动人，然后、那个、美丽动人，美丽动人，说出来。哎，红包哎，妈妈，再转移话题吗？谢谢熊熊的红包。他是一个很美丽、体贴人的美丽动人，美丽动人，说出来，美丽动人。瓜子脸、嗯、瓜子脸，他是一个瓜子脸，体贴动人。瓜子脸，体贴动人是什么？体贴动人的瓜子脸。体贴动人是什么意思？美丽动人。美丽动人吗？美丽动人。美丽动人。山顶动人。山顶动人，瓜子脸。瓜子脸哦，他是山顶动人的瓜子脸，是这样子吗？还不错，体贴，有腹肌，对，我们昨天，我腹肌啊，大姐，对，他秀腹肌给我看，他有腹肌，妈妈看腹肌，他昨天洗澡的时候秀腹肌给我看，妈妈你看，他有腹肌耶。他是一个多么认真的小孩、啊，多么认真在练腹肌的小孩。对啊，昨天每天做100下仰卧起坐。他昨天晚上还在那做那个仰卧起坐吧。100下，昨天已经很累，已经12点多了，已经快到达那个地震的地震时期。地震的时候呢，他还在做仰卧起坐，真的是很
很认真的小孩。现在 Julia 的爆竹要过新年了，然后继续继续继续，拖快一点。嗯。夸不下去了吗？不是夸，我因为我突然想不出来，就想小那个一家小时候，我就记得一家小时候，他回来，他都会跟我讲说：“哎，妈妈，我们来聊天。”然后我就打温情牌，温情牌。然后我就看着他，因为你突然要聊天的时候，你真的不来聊天了，妈妈来聊天。对，因为一家很羡慕我跟姐姐聊天，因为我跟姐姐都自然而然的聊天，我们不会开场白就说妈妈我们来聊天，然后他看我姐姐在聊天，他就会跟我妈妈我们来聊天，然后我就会看着他聊天要聊什么，跟这么小的小孩子我要聊什么？聊天啊，要不要聊天？什么地震时候打成100家庭车也是没有，也是没有。来聊天了，不要聊天了。就是我们来聊天哦好好。哎，你今天在学校过得怎么样？还不错啊，不错，就是学校功课。哎，我没有选到体育课。你为什么不选啊？按照没有排到志愿，他就不抽到，没有选到啊。学校的排课还要选，还要抽签。对呀、啊，也不算抽签啦。他就没有选到，只好开学再去选。你为什么不去选？我要选呢、啊。是很多人选、啊、你选不到的意思、啊。对啊。嗯。所以即使你去旁听，你没有学分的意思。对啊。嗯、啊，老师，那个老师，那一科他只能去早五的太极拳课，对吧、哦？那一科的老师太没有运气了。对啊，没有碰到我，哎。对。主课有了，主课有选到，只是我去选一个其他。我第一次想说，哦，我去选一下其他系的好了，因为不然我大一上都一直在修我们自己系的选修。然后想说，哦，大一下去修一下其他系的，扩展我的视野。然后结果也没有选到，好难过、哦。你这学期有修到比较特别的科目吗？没有，没有，还可以啊，还可以。体育怎么样？有没有修到什么名人的课啊？没有啊。体育怎么样？体育还不错、嗯。你们老师，你们学校不是有很多名人去教吗？没有啊，没有。那个没有啦，没有啦，没有，没有啦。我不能。妈妈讲出来是吗？没有啦，不要乱讲。妈妈崩口。没有吧？不要乱讲话。有什么名人？没有什么。没有。没有，我靠，病。好，所以你没有修到吗？没有名人，什么都没有。什么忍者村？TP 学员，偶像学员 ，TP 偶像学员。他什么？漩涡鸣人没有哎、欸啊，就是，我觉得很可惜，漩涡鸣人部分。对啊，就是忍者村，为什么是忍者村啊？还不错，还只有对，没有名人去上课，只有名人去上课，只有王一佳，还不错吧？王一佳去上课了。你跟同学相处如何？还不错啊。什么还不错？还不错啊。同学对你还不错吧？同学对我还不错。那、嗯啊、你也对同学不错啊？还不错，还不错。他们教我都不去，他们说。一家，你要不要一起去宜兰？就是他们有订到一个民宿，然后但是原本跟他去的人没有去，然后说他们说要不要去宜兰，然后说我就看一下我行事，说哦可能没有空哎，好像都蛮忙的，都没有空，这样子。是那个上学那一段时间呢、啊？没有寒假。寒假哦，我很忙，我超忙的。寒假就回来了。对啊。同学还在讲冷笑话，还会讲，碰到的时候还会讲。哎呦，水滚了！嗯，别人都
都这样讲还不错，什么意思？没有，也不是只有别人这样讲，都这样讲还不错。大家过得怎么样？谢谢阿正告白气球挂号星，新的ですね。告白气球ですね，还不错，还不错。大家过得怎么样？大家还好吗？大家最近如何？谢谢 Germany 的我来签到，跟同学成为好朋友，没有，我们是好友，是好友才会约好不好？已经是好友了才会约去宜兰住好吗？还是烤肉？没有烤好，没有烤成，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大家最近过得好吗？阿嬷怎么样？阿嬷还不错啊，阿嬷也好啊，阿公也好啊，阿公还蛮稳。稳定生长，阿公稳定忘记我们，太令人难过了。对呀、啊，稳定的忘记我，稳定的忘记，稳定的活着，但是稳定的，还不错，稳定开始慢慢忘记，太令人难过了。但是看到我会微笑，对。他看到每个人都会微笑，他可能每个人都想的是他的初恋情人。对，他阿公看到我在笑的，就是很真的腼腆，对，很腼腆的那种笑。阿公腼腆笑，对啊，就是、他是像阿弟，他爱像阿弟，爱像阿弟，朝夕相处，朝夕相处，哎、欸，真的哎、欸，他对阿弟最好啊，对，好到我都有点，阿弟是那个。应用，他对阿迪真的很好。对啊，他会夹菜给阿迪，然后不会夹菜给我，就是我们吃那种板的，他就夹菜给他，然后不夹菜给我。对，我们大家都夹菜给阿公，阿公夹菜给阿弟，我心都碎了。所有人都心碎，朝夕相处。对他们朝夕相处。对啊，我心都碎了啊！阿公，我夹菜给你。那你不会帮阿公洗澡？你没有照顾阿公。对。对，洗澡的不是我。阿公是一个感恩的人。对，阿公真的是，阿公很感恩的。他会对他好的人比较好。对，真的。他对阿弟比较好。对，所以我们大家都要。都敬阿弟，我们每次吃饭都敬阿弟。敬阿弟，我们敬阿弟。我们敬你。对，我们每次吃饭都敬阿弟，阿弟，我们敬你，你人太好了。人太好了。他需要他照顾。对啊。还不错，谢谢傅伟的文手礼。秋堂跟阿公吃饭什么意思？他看到人的，都很腼腆。很腼腆，阿公人很好。是应用都叫阿丁吗？我一开始他们叫阿丁，然后就以为是弟弟的那个弟，我不知道。然后想说，因为他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发型，然后就一直以为他是男生呢，因为他是阿弟，然后想说哦阿弟，弟弟的感觉。我以为是滴水的滴。阿弟，滴水的滴。阿弟，阿弟，睡到是哪个弟？没有，但是我们方便叫他的，他应该有一个比较，所以他是不是弟之类的？对，他有一个比较长的那个名字，但阿公阿嬷不会念啊，对，叫阿弟，对啊，所以你叫阿弟，他就听到了，他就知道在叫他，酷哎，酷哎，他跟大家相处融洽，对，还不错，还不错，人好，他人很好，很有气质。对，他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人，我觉得，不觉得他很有气质吗？他有那个大学生气质。对，因为我们上次是不是有问他年纪？他好像比我大一点。他好像二十七，我觉得很年，哦，是哦，二十七八岁了，类似这个年纪。我觉得他长得很幼哎，他很大学生哎，他超大学生的啦，不错。你也觉得对不对？你也觉得他很像大学生，就很厉害啊，还不错，还不错。怎么样？怎么样？大家最近过得好吗？什么被金光党把钱都骗光了？真的假的？那你有拿去？这样你还要买专辑吗？
怎么样？怎么样大家？二七叔叔，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令狗是叔叔吗？令狗是叔叔，阿迪要选三级吗？阿迪要选三级吗？那么厉害，那么厉害。哎，姐姐最近过得怎么样？还不错。还不错吗？最近他，最近哎，那聊你吧。那我最近过得怎么样？你最近过得怎么样？还不错啊。有。看你问我一些问题。那蛮好的。哎，你上学期的成绩怎么样？还不错啊，还不错。公布了吗？公布了，还不错。第一名啊？没有，没有第一名，没有第一名。前三名有吧？没有，不一定，不一定，大家都厉害，大家都 A， 每个人都 A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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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有个 A 减，所以就不一定。每一科都 A 加，哪一科 A 减啊？一个用全英文授课的，好大手，太难了啦，全英文授课。哦，那用英文考试哎，太难了吧？哦，那一科真的很难，那个对啊，那一科很专业。我还传给妈妈说，这个他到底在讲什么？他那一科还真的蛮专业的。已经谈到一个非常古老的地方。对，很深奥的、那個。太难了啦！它是一个很深奥的天文学。对。他在讲什么外星人？对，他是天文学的吧？他说哪里有可能会出现外星人之类的，很玄，太玄了。他然后哪里那个有水？什么泰坦星。对，泰坦有水，泰坦有可能出现外星人，大家。那科真的还蛮深的。三级生神推阿迪，那么酷，前三有望不一定，因为大家都 A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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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怕了。然后我的 A 是体育，我唯二没有 A 加就是体育跟刚刚那一个。你体育没有一加？我体育 A。你体育上什么？因为没有体育大到 A 加，但我就没有每堂课都去。哦，请假。我请假，出勤率不高啊。出勤率不高的是呢，谢副委的幸运四叶草。而且，我觉得我们系很酷，就其他系就担心说。怎么办？还好老师有给我，老师给我给到 B 耶、欸，就是什么，就是我居然就 O 趴，就其他在担心有没有 O 趴，然后我们系是担心有没有 A 加，嗯，就我们系有点奢侈，知道吗？说怎么办？怎么没有 A 加？为什么老师不给我 A 加？然后其他就是啊，有过。啊，你们系老师真好。对啊，我们系就担心为什么没有 A 加，老师怎么没有给我 A 加、啊？这是好奢侈的烦恼。对，这是太奢侈的烦恼，每个人都 A 加 A 加 A 加，真是蛮奢侈的这样子。啊，每个人，那这个要抢前三真的有点难了。对啊，大家都 A 加。土星的卫星好像是土星吧 ，Titan， 然后还有教，我们还学了很多什么卫星什么时候发射。就第一个发射卫星什么之类的。对啊，就有一天一家就传了一段英文，一个英文说可以帮我听一下他是在讲什么，而且听不懂的是呢。然后马上就帮我用逐字稿，逐字翻那一段，逐字翻译那一段语音逐字翻，因为这那一段真的是有一点不知道在讲什么。哦，他在讲一个计划，就是。外星人计划，哎、欸，不是外星人计划，就是没有，它好像类似一个广播计划。对，然后广播它你的电脑可以收音，它类似一个收音计划，它就是说可以收那个几千年以前的什么讯号会进来什么，但是因为数据太大了，所以他就鼓励说每个人电脑都下载那个什么软体之类的，然后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什么，然后就可以回报之类的。对，所以你可以听到几万。光年以前的东西，以前嘿，几万光年以前的东西这样子，嗯，然后就是可能开始可能会听到这个，或许将来会听到另外一个，对，然后我那一段话应该是一个收音计划，对，然后哦，因为之前地球不是有发射一个什么金盒子类金盒子出去，然后里面就是很酷，老师给我们听那个语音，就是里面就是。就是有录所有一个 CD， 黄金 CD， 就是那种不会坏掉那种 CD。然后它就是那个 CD 里面就是收录一些地球的声音。
就是有不同语言，都有什么你好，我来自哪里什么的，然后不同语言，然后还有一些日常对话，然后还有就是树叶的声音、雨滴的声音什么的，就他会把地球声音录起来，然后就把它寄去，哎、欸，就射出去外太空，然后就看谁会收到，然后他就寄回来这样。哦，然后他还那里面还有一张纸，对，有人收到吗？收到也很可怕，收到很可怕吧？对，就是看有没有人收到这样。我觉得应该会收不到。然后里面还有一个纸条是，一张纸条是人类的演变史，然后之类的，然后还有这艘船是怎么做的，然后地球在哪里？是地球跟什么星星？然后里面有几颗星这样，就是画一个宇宙图给他们。他们那个老师讲授课都是用英文，都是用英文授课，都是授课，所以他一家刚好就录了一段给我，所以我说声明，我不是帮一家做作业，我没有帮一家做作业，他只是刚刚录了一段，然后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他在讲什么？对啊，收到的是外星人收到，分散运算计划，对，好像是这样。找外星生命，对对，它是一个找寻外星生命的计划，就是然后你也可以 at home， OK at home， 你就用家里电脑之类的。黑暗森林理论没有哎，画太阳系，对，画太阳系给他们，很酷哎，我觉得。但是我觉得那堂课是我学到最多东西的一堂课， oh. 因为像其他课可能都以前就知道的一些东西。啊，然后那个就是全新未知的领域，他说哦，是有这个东西哦，的确是全新的领域，是有这个东西哦，哈，然后英文好像变好一点点，也不知道。哦，我听过黑暗森林，是哦，讲一下，哎，黑暗森林怎么样？黑暗森林是什么？还不错啊，讲一下，就是呵呵这样讲好中二哦。说好中了。宇宙文明是一片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没错。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猎人。很中二。好难思考。对，反正就是如果你让别的文明互相知道的话，就是在宇宙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你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互相伤害的事情吗？没错。就是让别的文明知道我们在这里是危险的事情。你说外太空文明？ 对的一个理论。对，人类因为害怕而会攻击别人。哦。因为要为了害怕保护自己，所以攻击别人。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文明到底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然后你们就会互相一直猜忌。哦。对，然后到最后就是你必须先动手，你才能保护自己。死了呢！哎呦，哎呦，就是这个样子。哎呦，哇哦，大家都很厉害呢！大家都很厉害，厉害呢！哎呦，不错，大家不错啊！不要让我遇到，不然我就打你！哎呦，哎呦，厉害呢，带枪的猎人呢！很厉害。哎呦，砰砰砰砰砰！猎人呢？厉害呢！哎呦，哎呦。大家厉害，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看过，什么意思？只有没看过是吗？只有跟妈妈没看过。你去看《三体》啊！我会跟你讲多遍。《三体》什么？就是那个科幻小说，就这个理论是从那边出现的。《三体》。好啦。你又有要看的书了？对啊，我在看我现在下一本是《百年孤寂》。大家都有看老高，我比较少看老高，因为我怕看老高影片会睡不着，你知道吗？因为不是老高很多影片都那种细思极恐的影片，然后我就怕我看了睡不着，就不想看。好笑。看三体啊，大家。三体看起来。小熊娘有点难啃，直接都看完了。太空警察罗伯·弗莱德，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梗吗？我不知道。太难了 ，Lingo。太难了。吓死我了。太难了。是在施工了。施工了。很可怕哎，这声音。
我们老师都说看老高看小莫就好，他说什么意思？他说哦，我看老高都在看小莫一样。知道重点，很懂重点，很懂重点。老师知道重点。小晴没有啊，没有啊。小晴，小晴不来了嘛？小晴我约了，小晴要去其他地方。阿妖鬼一家对，只有讲到外星人哦，因为我们在聊我们的课啊，我们的有一堂课在讲外星人的课，外星生物的课。早安大家，哦，苹果是歌词吗？苹果是歌词吗？老高当天悄悄说出人，好，听听就好，看看小莫就好。哎，最近过怎么样？还好吗？哎，不错，这个。哎、欸，真的是我拿我画画比赛得名的、欸，哎、欸，不是画画比赛得奖的，得奖，它是一个叫 MM 创作比赛，就是你用 MM 来作画，然后我超烂的，然后就得名了，我就是用 MM 排出一个彩虹，拿一个人撑着伞在看彩虹，然后就得名了，而且是那种超小张纸画的，又很随便的，对，然后超随便的，超随便，真的超随便的是。然后拍照给他，对，然后就赢了，就随便用一个那个，随便没有人参赛是不是？随便用拿一张纸来画画这样，是不是没有人参赛？真的超随便的啦，怎么随便成这样？可是也不能这样子讲啊，我觉得也不能创意，创意，对，他是我们卖的是创意，他是创意，对，是创意。对，你说创意，我记得你好像你们高中二年级还是？大家在选那个班服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哦，我画超随便，还是选我？对，我画超随便啦。对啊，就创作班服、啊。对，那班上居然还有那个美术班的，然后他超用心啊，他用那个电绘，超画的超认真的，对不对？对。然后我就拿铅笔，然后随便拿一个超没有，就是那种废纸。在那边画，然后五分钟，然后他说：“哎，这个怎么样？”然后我就得奖哎，不是也不是得奖，就用我的，全班就选你的那个。但是我觉得这个很不行啊，就是还我很累哎，啊，我的班服要钱还是要钱啊？没有送我哎，没有送我哎，很累哎。结果你后面还要然后半夜在那边画。对啊，因为那一张是草稿，大家选你，选你之后你要从认真的画一张。好像不要选我的，真是的。对，我就要被坑了，可恶，真是的。结果我还交钱啊，好难过。收税的，嘉义学霸一家也是没有收到版权，对，没有收到版权。我觉得那个是还蛮有创意的，对，因为他你画的那个 Too Hungry， 对 ，Too Hungry， 对，因为我们是二班。二年二班，那时候二年二班，然后就 too hungry， 然后 hungry 就是饿嘛。嗯，对，二 too hungry， 然后我就周遭画很多食物，这样很多那个很多好吃的，好吃的巧克力冰淇淋、汉堡之类的嘛。然后这边 too hungry 这样，好像也不错。然后我觉得我看到我觉得蛮有创意的，然后全班一致，基本上全班一致吧。对啊，但是我好累。从此弃笔从戎，没有，但是他是真的很啊，他是我觉得他强在书法，他书法真的好好看，就那种去比全国赛的那种书法，嗯，超好看，他书法真的好厉害。对，你是不是伤了他的心？我没有，我跟他是好朋友。你看，嗯，但是那种心会很，他可能用了好几天的晚上去绘了一个你们班上的班服，对不起啊，你只用了5分钟随便画了一个，全班都学你，对不起、啊、你有后来有郑重的跟他道歉吗？没有，对不起、啊、难怪没有朋友，对不起、啊、Miso 说妈妈姐姐新年快乐，他没有跟我说新年快乐，什么意思？新年快乐没有跟我说的部分，年年有余岁岁平安，他没有跟我说哎、欸，现在 Miso 文手里的事、欸，我觉得真的是要跟人家说，跟你的老板说。我昨天就跟我老板说，哦，谢谢我的年终奖金。然后老板说，我过年后还会再给你一包，我好开心啊！果然有说有差，有说有差，有说有差。从此不再动，
要是分口碎吃，我真的被吐。对呀、啊，我觉得这样子会不会那个同学会心里很难过？他已经忘记了吧？他忘记了吗？没有，要是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会忘记吗？忘记一下啦，忘记一下啦，拜托啦。有人的五分钟。忘记一下啦。你没有跟他讲，你只有五分钟吧？没有，我说哦，花了好几个晚上，没有，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有讲。橘子啊。哎，妈妈，你要吃那个吗？哎这个不是素番茄，我去洗素番茄。学到了，学到了，快就要吃水。那我也要跟红哥说，红哥没有，不能叫红红，钟老师，最近怎么样？最近过得好吗？还不错啊，钟老师还好吗？最近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忙？还不错啊。谢谢高级秘书告白气球挂号心，感谢。红哥很熟，他们很熟，还不错。最近可能会聊天，路上碰到都会聊天，还不错嘞。周老师我卸任了，跟我们新主管说，怎么样？最近刚接手，还好吗？还习惯吗？是不是还蛮适应的？怎么样？还不错。我们新主管说：“一下，我觉得你很有台湾的 style。”然后想说，台湾 style 是什么样的 style？ 就是这样台台的，那不错啊，握手，现在出数字了啦，感谢各位，谢谢各位的支持。跟红可借把吉他，还不错。这次的素番茄是用买的，像是偷摘的。我没有偷摘啦。我只是摘了五六七八九十颗，五六十颗，上次摘了，摘了五六十颗。因为上次，他那个是，啊，什么？没有，那个是，那是公家种的啦，那个是好像阿公。公家种的还跟人家偷摘。他没有人，他又一直掉地上啊！哦，掉地上，快卖我了！感谢大家，只剩一步，我不再哭泣，我笑着回家，我要笑着回家。Local style， 对他说，他说，你泰语蛮好的哎，然后想，哦，真的吗？有吗？他很会称赞，他很会称赞，他很会称赞我们的信心。要想要快了大家，我就想有那么快哦，感谢大家，刚开播情报还是六十几张，现在三十几张了吗？三十几张才剩一步而已哦。对啊，很紧张，对，很紧张，好紧张哦，好紧张，剩下唯一的三十几张了。对，就是我们吃之前先把这个捏，把它捏软，捏到帮它按摩，对，捏到很有手感，对，就是有一种很有手感的感觉。啵啵啵啵啵，捏它哦。对，就一直捏。它口感我觉得是像百香果的感觉。为什么要捏？百香果的口感，但是它要素番茄，它的皮不好吃，所以你要把它捏到一个整个，就把它捏软了，捏到一个很有手感的软。对，只剩一步了，小宝该睡了吗？还没睡是不是？还没睡，晚安，赶快去睡。怎么会有还没睡的问题？怎么会有九点还没睡的问题？不会爆开好不好？它不会爆开。然后是从这里咬一口，然后用吸的吸它。咬一口之后，里面就长这样，然后里面就是一些你可以吸的东西，在这里面。那你就从，然后皮就不要吃。但是我上次有人好像把皮吃掉，我上次回高中，然后就带给老师们，然后他就把皮吃掉。哦，或许皮可以吃，可是不太好吃，因为是有人跟我讲皮不好吃，所以不要吃它。这样子哦。对。要从后面咬。能享受感觉，但我觉得很好吃哎。有点像白香果，你有种？结果我摘回来的都拿回去送给老师了。对啊，老师吃一下，
伴手礼。对，我觉得一家也太能够跟老师聊了，我不敢跟老师聊天聊那么久，其实多少，好像是回高中待了八个小时吧，超久的啦。而且不止八个小时，你连续你隔天我要去聊，一直聊一直聊。隔一天他几乎办公室每个老师都聊过了吧？对，而且我还去，就是跟没有教我的老师，就是因为我陪其他同学去，然后我就假装他有教过，我说哎。老师最近过怎么样？然后他没有教过我说，哎、欸，老师最近还好吗？然后他说他拿蛋卷给我们吃，然后说 ，man 啊，你拍谁啦？哎呦 ，man 啊，拍谁啦？走。然后怎么样？哎、欸，最近过来不错啊。跟我没教过。那我这囡啊，你去学校咧，大家老师都去向忙底啊，双手啊，而且每个老师都送一颗。苏番茄是吗？也没有每个老师、啊、比较熟的、啊、哦，这样不行啊，那其他老师会看得很难过吧。还不错啊，你教你的老师都认还认得你吗？真的啊，教我的都还认得。嗯、哦，但是国小的老师还会记得你吗？我不知道，感觉忘记了。五六年级的可能还记得。有点可以吧？啊，我讲出来了。有点还可以吧？还可以啊，还可以啊。还可以吧？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我没有 CD。因为我觉得你的脸型就变得比较变化比较大了。跟小孩，跟小学脸型应该是就变得比较大。嗯，我也觉得。回去老师应该不好认。好，老师，这是我们的四单专辑《呜吼呜吼吼》，我们在3月13、14号会举办我的握手会。欢迎大家来。你那个是国文老师吗？还把你的，你给他的那个。你不是，你毕业时候送你们老师好几个公民哦，公民老师哦，你送那个老师就是写小卡给他，你用你们我们公司的 B 没有，用你公司的那个什么 postcard，、就是、那是什么明信片吗？对，明信片 mini concert 的明信片，就是我们的那张明信片，送你比较要好。对，我就在写卡片给老师毕业的时候，然后我这次回学校，我发现他还摆在桌上的啊，好感动啊！然后我就把我素芬姐放在我照片前，膜拜吗？公平公平，没有了。厉害，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是这样差不多吧？对，就把你的肉也啃一啃。对对。不错啊，什么不会手拿藤条打下去是怎样？现在专门你的爱心小蛋糕跟快乐皮皮的比心，感谢。你那个教官都还在吗？教官，高中的教官就是帮你顾厕所门口的那个教官。那是国中，高中吧？哦，高中哎、欸，对啊、哦对，你们不是有个教官去帮你？他好像还在，哦，好像还在，帮你顾厕所门口。因为我昏倒啊，就那次肚子痛到昏倒那一次啊。哦，他要上厕所的、啊，怕你在里面昏倒。对，他怕我在里面昏倒，超可怕的啦。那个教官人好 nice 哦。嗯。怕你昏倒，然后一直哎一家你还。厕所还在吗？人还在吗？还有意思吗？还有意思。哎、欸，老师把那个照片放到超显眼的地方、欸，哎，我说哦，好感人。但是他下学期要回家了，他不教了，你知道吗？哦，高明老师啊。对啊，他要去放育婴假、嗯。他是男老师啊。对啊。哦、很棒哎、欸，顾老婆。很好，超棒的。我认识我们可能上班的环境不一样。对啊。我认识的人很少男生去育婴假的。
但我觉得很棒哎。错哈。亚瑟职业病，刚才听到什么昏倒，就是我上课的时候，我就突然想上厕所，然后我就想对不行，再10分钟就下课，再忍一下，那我就突然眼前一片一直闪一闪，然后就突然变一片黑，然后我再次起来的时候，发现我自己在地板上，然后那个头旁边有个同学的外套帮我靠着，然后轮椅进来了，轮椅已经在二楼了，然后呢，哎，我昏倒了，他说，是哦，我昏倒了，太酷了吧，为了上厕所晕倒，对，忍不到十分钟，忍不到十分钟了，就再会有大家，以后老师会跟你讲说，哎，那个跟以后的学生讲说，你们要上厕所。不要忍，要上就躺上去上。而且那个老师超可怜的，我还跟他讲，那个老师真的超可怜，他被一堆学生吓到。那老师在那个学期已经历经两个学生昏倒，另外一个学生是他要上台报告，然后他很紧张，他就走去台上的时候，然后就昏倒了。天啊、他要报告的时候，他要走去台上，然后走一走，他又突然昏倒。然后老师吓到说，有那么可怕吗？我们的压力有那么大吗？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为了要想要上厕所，然后就晕倒，然后老师又觉得很可怕，他说请大家不要再晕倒了，然后说有什么事情大家都赶紧提出来，大家好好讲话。对，大家什么事不要憋在心里哦，超可怕的啦，老师真的很可怜。现在的女生都很脆弱。对，现在都不能乱惹哎、欸。昏倒系老师，碰到那老师会昏倒。哦，老师。哦，然后还有一个是气，就是也是我们班的，就他突然气喘发作，然后就超可怕。对，也是这个老师，超可怕。然后老师快要吓疯，然后想说是怎样。超可怕的啦！他教到什么班级？就只要是他教，反正有点可怕，真的有点可怕，而且同一个学期，老师直接吓疯，昏倒系老师，要许我！他随时担心那个学生状况，对啊，所以他去学急救。对，他是学急救哎，真的。他有去学吗？老师应该都会去学什么 CPR， 我们都学过了，不知道拿那种。但是老师也不一定啊。他可能已经高中学，以后忘记了。当老师好难的呀，老师怎么帮我做眼睛？赶快，赶去健康保健室。保健室，健保室。说到这件事情，我之前要去台北，就是训练，然后就坐客运，那我就坐上去，然后那个时候就穿我们学校制服，因为我是下课直接去，我就穿我们学校制服。然后坐我旁边一个阿姨，她突然说：“哦，你是那间学校的、哦。”然后说：“哦，对啊。”然后说：“我是你们学校的健康阿姨啊。”然后说：“哦，是哦，是哦，我完全不知道我们家阿姨到底长怎样。”你去睡过人家的小床。哦，是哦。不过你是也不能怪你，你是昏倒了，昏倒去睡的。昏在那里。昏倒被扛过去，真的是我昏倒完，然后去上厕所，然后就带去那个打点滴，然后就上完厕所，突然变很健康。然后说，哎，怎么样，医生，这一过怎么样？没有，我就这样。这怎么样？现在 Jeffrey 带你治疗了，感谢。对，巧遇保健阿姨，感谢各位好朋友。因为是昏倒过去的，所以。都不没有人记得他是吗？好难过哦。原来只是缺水，不是只是缺水，只是因为只想上厕所，所以请大家想上厕所千万不要忍，不然就会昏倒，像妈妈之前这样。而且我真的上网，我因为那件事情我就上网查过，就是因为上厕所昏倒，然后就看到有人跟我症状一模一样，就是去厕所前，然后突然眼前一片，就是一闪一闪，要先一闪一闪，然后眼前一片黑。还是也有人这样子啊？对，我就上网查，然后发现也有人这样子。他说，这是一个什么家族遗传的？好迷啊！他说家族遗传、啊，不知道。这好迷哦！你是不是也有过？我这辈子活了那么久，也只有一次而已。对啊，一次啊。我搞不好也会只有一次、啊就是。就在厕所。排厕所。然后就昏倒了。在厕所门口昏倒。超可怕，所以是不是家族遗传？没，我不。可是姐姐没有啊。
搞不好是还没碰过。大家搞不好是还没碰到、啊。小心哎、欸，小心哎、欸，搞不好是家族遗传。小可怕的啦、啊。对。还有，哎、欸，我这辈子其实昏倒很多次哎、欸，那时候我怎么一直昏倒？体弱多病。对，我体弱多病哎、欸，其实。怎么会这样？好笑、啊。今天下午来，洛瑞笑怎么突然？好突然。用铁锅煮菜哦？是吗？哦，会补铁是吗？用铁锅煮菜会补铁是不是？什么意思？洛瑞厕所干嘛？还可以，还可以，有两间，有两间。现在尬仔的比心。我之前也是，就是切洋葱，然后切洋葱不小心切到手，然后流了一滴血，一滴血哦，就一滴血哦，然后说妈妈，我流血了，然后就昏倒了，那就昏倒了，我说妈妈流血了，然后就昏倒了，一滴血，一滴血 ，just one drop a blood， 还有妈妈在旁边提词，就是 one。One drop blood， 还需要提词哦，超可怕的，而且重点是还尿失禁，超可怕的啦！一家真的是太不知道怎么说，我完全傻眼，超可怕的啦！而且还说我身体怎么湿湿的，我完全妈妈你就是因为我一开始醒来的时候。我就以为说，因为我昏倒，所以妈妈想拿一桶水泼我，看我起不起得来。想说你为什么要泼我水？她想说我昏倒，所以我妈拿一桶水，然后因为电视剧不都这样演，就是你昏倒，然后就拿那个水泼你。她是好像国小的时候。对，国小时候。国小时候，切洋葱切到手。一家很贴心，她是一个贴心的小女孩。对，妈妈，我帮你切洋葱。切切，然后哇。然后我说哦，那我找要找 OK， 找 OK 绷给你哦 ，OK 绷帮你套上去。转头的时候就倒在地上，超可怕的啊！然后我就抱着一家，我就很傻眼，就完全傻眼，因为一家那个动作，我他居然尿失禁，而且姐姐准备要打19。对我们真的要打，那时当下真的叫不醒的那一种。然后我们我跟姐姐两个在讨论，哎、欸，我们再叫一下哈，如果真的叫不醒的话，我们就打一局。电话都要拿起来。对对，我们打19哈，因为哎，早安大家最近过怎么样？还好吗？哎、欸，在讲电话，我找谁吗？找谁吗？哎、欸，早安大家，最近过怎么样？蛮可怕的、啊，超可怕的，可以跳很高很感动，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身体蛮强壮，我没有因为身体不好所以请过那个公司的假，就其实我身体还是还蛮不错的。我是完全傻眼，不过就是切了一个手，然后滴了一滴血，那个血超小滴的啦，对呀、啊，那挤完还没看到血的那一种，就一滴而已啊，然后就很傻眼，晕血，嗯，就有人就躺着，那我都不知道怎么办。都不知道要不知道要不要叫救护车。大家好好对待我好吗？大家为什么会好好说话？不然我气到脑充血，要昏倒给大家看，超可怕的啦，真的超可怕的。就妈妈比较可怕嘛，妈妈吓死。妈妈是很无语嘛，奇怪为什么不过、就是、我小时候，哎、欸，我第一次昏倒应该是要洗手，然后就。跌倒，然后就昏倒，就是那个洗手台很高嘛，然后我要爬马桶上去洗手，就因为洗手台这里，马桶在这里，然后小时候太矮，然后我就要爬马桶上去洗手，然后就跌下来，然后我就昏倒了，然后就拜拜，林黛一转也有可能，也不是没可能，谢谢大头大脸的爆竹，恭喜中了10倍，超可怕的啦。不会，我现在超健康，大家不用害怕。我现在就是一个健康小宝宝。说到健康，好像有点不太健康。就在刚刚，有点不太健康。刚昏倒了，大家，该不小心昏了一下，不小心昏倒了一下，大家。露水红颜知比赛送给先不用。是先不用，现在流浆谷的枫叶是神经的问题。大家，我还真的有去敲过神经，但是神经，哎、欸，妈妈怎么了？我帮你放好，要不然你很容易不是，很容易再动的，因为你没事，
这样你是往前的，你等一下会翻，对对对，这样会翻倒。这样可以。怎么了，姐姐？昏倒机手机。那次我还是照神经哎。对，那次昏倒之后。我们就去看他那个脑波是不是有问题。对，我真的那次我超酷的超酷的，他就会粘很多那个在你的脑上，叫睡眠，对，深层睡眠，超酷的啦，超酷的啦。然后隔天不能，前一天不能睡觉，因为你要去那里睡，然后他就开始在你的脑上粘很多那种线啊。我们会去做，是在学校昏倒那一次，对，之后我们去做的，就做了超酷的啦，特别去做一个那个深层睡眠脑波检查，脑波检查，对，然后 OK， 你不要再去踢它，因为那个很不稳，超酷的啦。然后都 OK 啊，可是检查那个人他一直打嗝，检查的人，帮我检查的人，哦，他一直打嗝，超大声的，哦，他会一直打，他到底怎么了？是他比较有问题吧？有可能，他要不要检查一下？帮你检查那个护士啊？对啊，哦、他是打嗝、啊，所以可能是他比较有问题。怎么会这样？所以你有说谎，也不是有说谎的问题。对，高科技耶 ，Sleep and Awake EEG， 突然很专业，是专业的吗？志宏是专业的吗？有导电胶和金属片，对，超酷的啦。他那个要很深沉，要让真的睡着了，然后一加。五秒钟，一二三四五秒就睡着了。我就睡了，大家晚安。对，居然哎，这一还好吗？居然有办法直接睡着。那个医生说一定要真的睡着才有办法测。还有很多小朋友都假睡。对，然后那个医生说，你还真的有睡着哎、欸。哎呦啊，不然不是不要睡吗？就睡啊。对啊，他五秒钟都睡着了。一件事很容易，就是一二三四五，妈妈说他是那个谁，他是大熊，大熊，大晚安，你们医院常做那么酷，那么酷。之前有说有人听到你要当偶像吓到，有吓到吗？还好吧。吓到是老师吧？啊，是吗？哦，老师有点吓到吧？哦，国中老师吧，因为老国中老师。就有一天在聊天的时候，那国中老师就问说啊，那一家以后要想当什么？我说他想走演艺。老师说，哦，是哦。老师是有点，他是有点震惊的那种，你们导师。他是在没有，他很浮夸，他很浮夸，不用理他，没有啊。他很浮夸，浮夸系老师。他说他怎么都没有听一家说过。他說因为他很凶啊，怎么敢跟他讲？他说你都没有告诉他以后都要怎么。因为他很凶啊，他小时候我们老师是全校最凶的老师哎。他一家要当演，以后要走演艺路线，我怎么没有从来没有听？成班超怕他的啦，从来他太可怕了，听他说过，但他是那种你教书跟你毕业后回去找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的那种，就是你回去找他，哦，声音还好吗？哎，好像打喷嚏。那我国中的时候常被他骂哭哎、欸，他超凶的，而且骂的理由很奇怪，对不对？对，那个果林果的那个果，他要勾起来哎、欸，到底为什么要勾起来？到底为什么要勾起来？谁写果会勾起来、啊？到底为什么果要勾起来？有勾没勾其实 OK 吧？对，但是你问那个勾起来，你要罚写三十次，然后罚写三十，勾起来，勾起来，勾起来，为什么果要勾起来？到底为什么果要勾起来？我到现在还是不太了解，为什么果要勾起来？印刷体的果没有勾起来吧？对啊，到底为什么？大小？因为果就是，对，我觉得你国中常被罚写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但我就想说到底为什么？而且一次都好几遍的，好几十遍的那一种。而且我们还为了他创造了一首歌，也不是创造一首盖茨那个不为谁而作的歌，我们改成发展，发展留校加发泄，每天都留第九节，留第九节，超可怜的、啊，每天都有第九节。我们黑板有一半，不是一半，一半太夸张，大概有四分之一都在写。罚站，然后做好做好做好，罚写做好做好做好，留校做好做好做好，然后什么午校打扫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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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可怕的啦！
动过啊，对啊，为什么要勾？这有什么锅？不会老师的作歌，对，差不多是这样，真是有点可怕。果叶都弯弯的，象形文字为了表现这一点，所以果的一束就勾起来生成弯弯的意思。哇哦，你很会想，你要不要去造字啊？要不要去造字 ？Gemini， 你要那个吗？你要交作业 ，Gemini。算林果作业，林果作业我下礼拜再给你。林果作业 ，Gemini， 但是我们 Gemini 上是该交作业了吧 ？Gemini 上，林果的果，但为什么勾起来？不了解。就那老师要快别文手里，常会交一些很奇怪的作业要你去完成一些。他也不是作业，他就是任务吧。任务。对啊，譬如说当同学的 spy 之类的，我觉得。你看妈妈英文是不是很好？就当同学的 spy。对啊。What's up？ 我刚下飞机。What's up？ 当同学的 spy。对啊，我觉得老师那时候给你。哎，超可怕的啦。对啊，为什么啊？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她叫我男朋友。然后我是知道这件事情啊，不要再好了，我知道他叫我男朋友，但是谁会跟老师说，老师我知道他叫我男朋友哦，然后老师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他叫我男朋友，谁骂我哎、欸、啊，怎么会骂我啊，好奇怪，上次讲过，没关系，再讲一次，但是 Gemini 还是没交作业 ，Gemini。What is where is Germany? What's up, Germany? What's up? 特务黑什么意思？什么是特务黑？什么是特务黑？有骂本人，有骂本人，不是啊？但是为什么交男朋友要骂？交男朋友很奇怪吗？他也去会去骂他吗？会去骂那个同学吗？会。他有去骂他吗？我不知道。有，不知道。骂你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也是跟他很好的人，也去骂他，对，老师也去骂他，对，跟他好的被骂，都被骂一番的，哎，连坐惩罚，不知道哎、欸，但其实到最后我们还是不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当一分钟心碎小偷超安，但是 Gemma 你真的不见了。Gemini， 有人说哦，是啊，他人也很好，他人也是蛮好的。现在开心的再见沙优，好像是不知道哎，好像是那件事情蛮严重的，但是我们没有说，但是我们又不知道事情，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其实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到底是怎样，因为还有很多什么教官什么都来，然后想说这么严重吗？但是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这么严重。跟老师不好的都不会被骂，什么意思？有秘密要先跟老师分。哦，来了 ，Gemini 要交作业了 ，Gemini，Gemini 上，哎，我觉得我真的很厉害。我说 social， 突然想到，我高中的时候，哎，前阵子。我跟我们国中的替代役出去吃饭。嗯，这件事情你有告诉我。对啊，然后好像蛮厉害的。没有，跟那个替代役还蛮好的，是因为国中的替代役，是因为我们班有一个人是很会那种有点像中辍生，但是他人是很好的，但是他就是中辍。然后那时候是副班长，然后他只要因为是学校规定啊，他只要没有来学校，我就要去通知那个替代役。就是，所以我每天中午都要去通知替代，然后还有每天早上，我会觉得很怪，是我每天早上要去打给那个中辍生的叔叔阿伯，对，我要打电话给他，那我都觉得怎么办？他是不是觉得我很烦？但是没办法，但是为什么是我的工作啊？副班长，副班长打电话给他阿伯，对呀、啊，然后说，哎、欸，他今天还没有来上课哦，然后说，哦，我知道你知道，但是还是要打一下。欸、我好像有帮你打过，对不对？你有帮我。对，所以我有跟他阿伯讲过电话。你有跟
他，嗯，真的假的？哦，其他好像没有吧？我都在学校打。你在学校打的？对啊。是吗？是啊。哦。是啊。还不错。责任重大，对啊，责任重大。所以 Gemini 你最后一个 I 念奶，真的假的？ Gemini 是 Gemini 哦， Gemini 吗？ Gemini 吧， Ge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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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ini， 那你都念 Janice 还是 Janice？ Ja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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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ice， 嗯，因为叫 Janice 都是我同事，他们叫我们叫他 Janice， 我们就跟着叫 Janice。Oh, 我从来没去 Janice， 我从来没去注意，应该 Janice。Google 听也是奶，他说 Google 讲 Gemini， Gemini 啊， Gemini， 好，正音的 Gemini 上 Gemini， 哎，有一只 Cricket 叫 Gemini Cricket， 是这个名字吗 ？Cricket 什么？那只蟋蟀那个 Gemini Cricket。Gemini Cricket， 那是迪士尼里面那个 Gemini Cricket 的，是哦，嗯 ，Gemini， 它是叫 Gemini 吧 ？Gemini Cricket， 对呀、啊，酷哎 ，Gemini Cricket， 太酷了。但是 Gemini， 你要交作业了吗 ？Gemini， 中筹那个同学是什么原因才中筹？其实我不知道哎。但他是蛮好的人，你比较好听，好 Gemini， 但是那 Gemini 要交作业吗？ Gemini 不要逃避话题， Gemini， 你是好人，你会弹那个？不会、欸，我不会。你只会那一首，你没有认真学过。我在噔噔噔噔噔噔。哦，所以你没有认真，所以那个乐器送给你，你没有认真去学过吗？对。过年要上班，可以祝你新年快乐吗？祝福你新年快乐，祝福我们的 Jenny 上啊，过年好上班，嗯，是加倍薪水吗？祝福我们的 Gemini 生日，哎，不是，嗯，新年快乐。后来那个中辍生念什么了？有去念高中吗？我不知道哎、欸。嗯，他念哎、欸、高职吧？高职，某一间高职。哦，他有去念，还有去念书、啊。好像还有。对，因为常听到他，就觉得特别去关心他。他还没，而且他有回国中哎、欸，他蛮常回国中的、欸。啊，真的、啊，他跟学校老师，他我记得他是转学生，对不对？对。然后因为他家里好像发生变，他爸爸妈妈发生变故，所以他跟阿伯住在一起。结果他好像就不想上学了，就觉得很可惜。而且他还长得还蛮帅的，对不对？好像是，还不错。就是一个很可惜的小孩子。Gemini， 怪没加倍下去。新年祝福用唢呐。家里没有唢呐，家里没有，没有唢呐。我弹琵琶给你听吧，妈妈弹琵琶给你听。妈妈说好啊，哎，妈妈吹箫，妈妈吹洞箫。哎，你有箫吗？妈妈吹洞箫给你听。没有加倍，那你不要去了啦，去什么？不要去了啦。这也是甩蛋，哎，也没有，就是普通甩，就是这样子、啊。哦，还可以啊，长得应该是还也不是到那种真的帅的那种、啊就是，就是因为我以为那个中辍生可能就是长得可能比较不知道吧，可能你会觉得他不知中辍会中辍生的小孩子，可能我觉得是一种印象吧，就是可能阿妈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或者刻板性。加倍是什么？好难过，阿妈吹洞箫了。是我们的 Gemini， 新年快乐，福如东海，一元复始，万事平安，扭转乾坤，安牛还谁哟？九牛一毛，哎 ，yes yes， 牛年行大运，怎么样？还不错。
牛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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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我们可以合作哎、欸，妈妈，我可以弹琵琶。好，好啊。你可能要先调音。不要。但是我没有谱。啊，谱给你。你要背是不是？然后给我背，但是我很怕你翻到，然后琵琶哦，一家真的是琵琶哦，它是横的琵琶。红包红包，红包红包红包。呼以共鸣，呼以共鸣。这本好酷哦！我想要棉搭絮。哦，棉搭絮的，哇，啊？我们就播到十点，等等张法法。
ですね。なんですね。公公公溜这公溜溜溜溜溜，太难了吧？怎么又要昏倒了？歌仔戏，哎，歌仔戏声写好像还不错，好像还不错，歌仔戏声写好像还不错，可以提一下。跟借吧，跟明华园借吧。你有抓到他的音在哪里？张老师，张老师，唱的算曲目？你说刚第一首是黄帕来，黄帕来，刚才是棉达絮，但棉达絮没有词哎，棉达絮只有公牛在那咕咕脆脆，就是我们的谱长这样，给大家看南管的谱到底长怎样。哎、欸、酷，这是我们的音，苏哎公公六公司，酷的是呢 ，so cool 的是呢，拜拜大家拜拜。南管的谱是文字谱，对。满竹呀，姐姐在弹三弦，就是没看过，真的很，我第一次看也是觉得天书。它是那个文字，然后下面它文字谱，所以每个字下面都是跟着谱的。然后它唱，就像那个你唱那个意大利歌剧啊，你会唱意大利，用意大利去唱意大利的歌剧。所以这个南管你要用那个，它是泉州，从泉州发源的，所以你就要用那个泉州音去泉州的发音，所以还要另外学泉州话。像他一家刚才弹那个风打梨，他其实风打国语叫风打梨，台语叫红帕来，但是他泉州要念着黄帕来，哒哒哒哒哒，蛮特别的。泉州话是不是辅音呢、啊？我不太确定，但是因为南管在大陆叫南音，它就是那个这个发源地，所以你就是用泉州话在唱。我只会那个这个曲里面乐曲里面的泉州话，这一般我不会讲一般泉州话。转机位，转机位，我要讲。很努
琵琶跟吉他弹法有什么不一样？很不一样啊，没有，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乐器啊。但是一家刚刚居然有办法直接拿起来弹那个弹茉莉花，我干嘛这厉害？我还没找过他们对应音在哪里，一家很厉害。因为就被一家找来的、啊，被一家骗来的，被一家骗来的，被一家骗进来的，骗来的。对，没有是他们南管社来我们学校招生。对。那我说，哎，妈妈要不要一起？然后我就去台北了，我就把妈妈骗进来，然后我说，啊，那我去台北了，拜拜。笑死。对，我。一家一直拉我进来，而且他一直游说我。杰莫你新年快乐！我那时其实很忙，对不对？我其实很忙，然后一家一直跟我讲，妈妈你一定可以，你一定可以播出时间，你做到，你做得到。他一直鼓励我，妈妈。然后就去台北了。你一定可以。抛下妈妈，拜拜。拜拜。没有，一家那时候他说他其实他是有阴谋的。他会拉我进来，有你跟我讲你的轨迹。你说缴学费的阴谋？不是不是，你那时跟我讲说，其实你的计划是我妈妈一进来之后，你学一样乐器，我学一样乐器，然后我们就会互相教吗？我们就会买了两个乐器，我们家又就有两种乐器。是吗？对，你那时这样子跟我讲，说哎，我们家就有两种乐器了，你就学三弦。我们家是乐器库哎。你学三弦。然后就我妈妈要学动小。对、啊。怎么讲？好了，那个排名，第一名是 Gemini Coquita Threesel， 谢 Gemini Coquita Threesel， 祝你生日快，不是新年快乐，祝你新年快乐，上班加油，过年上班加油的 Snay。第二名是高级 Miso Coquita Threesel， 谢高级 Miso Coquita Threesel。第三名是熊猫阿正 Coquita Threesel， 谢熊猫阿正 Coquita Threesel。第四名是快乐皮皮 Coquita Threesel， 谢快乐皮皮 Coquita Threesel。第五名是 WCI Coquita Threesel， 谢 WCI Coquita Threesel。第六名是大头大面 Coquita Threesel， 谢大头大面 Coquita Threesel。第七名是 Killer 面面神的 Coquita Threesel， 谢面面神的 Coquita Threesel。第八名是副尾浅间 Coquita Threesel， 谢副尾 Coquita Threesel。第九名是大胸膛胸柱米丫丫飞镖 Coquita Threesel， 谢飞镖 Coquita Threesel。第十名是 Julian Coquita Threesel， 谢 Julian Coquita Threesel。第十一名是变成新鲜柠檬 Coquita Threesel， 谢变成新鲜柠檬 Coquita Threesel。第十二名是 Steven Coquita Threesel， 谢 Steven Coquita Threesel。第十三名是邻国 Coquita Threesel， 谢邻国 Coquita Threesel。第十四名是福福猫 Coquita Threesel， 谢福福猫 Coquita Threesel。第十五名是北极星 Coquita Threesel， 谢北极星 Coquita Threesel。感谢。老师看会不会打我，他会把我杀了。我应该会被老师杀死。他很像吉他的，对不对？好，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哇，谁送红包？谢谢 Gemini 的红包 ，Gemini， 谢谢 Gemini， 哎 ，Gemini 好像那个泰文 ，Gemini， 可是你 Gemini， 酷哦，谢谢 Kevin Ray 的玫瑰，感谢大家，祝今天过后，今天是过年前的最后一次直播了，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新希望，然后呢，我的握手会出数字了，耶、yeah! ！感谢大家，剩下几张了？听说剩下三十几张，听说的啦。感谢各位，然后合照会也剩下十几张，耶、yeah! ！谢谢各位，果然我的那个悲情计是有用的，干嘛？我的情绪勒索还是有用的，没有啊，所以先这样，谢谢情绪勒索大师，从今以后叫我情绪勒索大师，感谢这二十出了，哇，感人呢，太感人了吧，感恩各位，谢谢浪也挥手小花花，
感谢感谢，怕爆。买合照为什么买不多？没关系，有就好。感谢各位，有来可以认识一下。对呀，而且握手就是好朋友。对，握握手做个好朋友。哎，这是我小时候，你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是你小时候我跟你讲的。是吗？对呀、啊。都握手，哎，你还记得？笑他有情绪勒索。干嘛？你小的时候我就教你讲的。教你第一句话。我要教。第一句话你应该就是学这个吗？不是，我第一句话阿哥。阿哥啊。但是你很早很会学完整的一句话，握握手做个好朋友。为什么？为什么？阿妈就教，从小就教我握手，我注定长大就是要当个握手的人。握手做个好朋友。干嘛？一直不舔。天啦天啦，说着感谢感谢各位。感谢，现在没有什么好勒索的，现在就是快卖完了，没有什么好勒索的。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支持，送你们大星星。死亡之后，谢没有，谢不了，昏倒之我，握着。不会的，不会的。传染体质，体质传染。不会的。体质传染大师。讲现在讲起来是蛮荒唐的吧？对，以前讲到以前是很多荒唐的事情，很可怕。但是其实现在讲起来是很好笑，因为现在不会啊，所以只是回忆以前就觉得很好笑。回忆过去，痛苦的。好，谢谢大家，大家加油啊！大家最近过得还好吗？声音怎么样？声音还不错哦。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如果还没有买的话，可以赶快登记哦。一家爱大家。荒唐大师，我跟荒谬大师同一个出生地，所以嘉义出生都很荒谬。嘿，嘿，大家好，神韵玲。嘉义可能，但是嘉义出生都蛮荒。嘉义应该是位于北纬23.5度。嘉义出生都不知道在干嘛。位于北纬23.5度，然后位于神秘的那个北纬地带。神秘国度。嘉义要太 IKEA， 嘉义要发达了，跟大家讲。嘉义要飞黄腾达。我们嘉义也要那个什么什么小笼包也要开在这边。你说鼎泰丰？对。真假的？真的。嘉义快鼎泰丰啊！嘉义要飞黄腾达了，所以以后。可能我长大就会变成 CHI48， 直接改首都了啊！北回归线神秘力量，加油加油！加一加的，是不是好像都很荒唐？这个太阳照射的地方，太阳照射神秘之都。嘿，他在干嘛？还不错啊。嘉耀飞黄腾达，对啊，将来会有一个 CHI48 准备开幕，嘉耀独立建国，还不错，还不错，可以啦，可以的，对的，欢迎来嘉义，会来投资哎，对，会来嘉义，欢迎来看电影院，欢迎来嘉义，嘉义现在缺二轮电影院，现在缺二轮，对，现在嘉义有市场，二轮有市场，因为现在没有。欢迎大家来嘉义开二轮电影院，因为倒了新荣。然后来嘉义骑摩托车，可以逆向哦。可以逆向，嘉义骑摩托车可以逆向。嘉义现在也进了 U-Bike 2.0，嘉义是不是真的要飞黄腾达了？好可怕、哦，一直在进一些很高科技的东西，好像还不错。以后见我就要戴护照，直接出国。英雄鬼屋时速30，对，逆向母堂也不是逆向母堂，是本来就可以逆向啊。也不是说逆向，应该说嘉义。应该说嘉义没有分单行道的机车都可以逆向，两边都可以骑。单行道就是一般单行靠右走，对，一般单行道只有机车汽车吧，汽车单行道吧，但是机车也单行道，但是对机车没有限制，没有没有没有效力，但是汽车还是要单行道，但机车没关系，机车就乱钻。不，也不能说乱钻，你还是靠右走，靠右走，你还是有方向性的，但是单行道不限制，不受限，对，不会罚钱，对。信用岛，对，信用岛了，也要花100块去那边坐一天啊。信用岛了，所以现在嘉义的二轮很有市场，没有，是因为那个老板太老，他想退休，是好事啊，祝福他。
也不是说做不下去，就是想退休了，做太久了。他年纪真的很大，因为我们去看看那个电影的时候，都是他在收票了。对，就是他想要退休，啊、对 他想休息。那个阿伯子都是他在收票了，我觉得很棒，祝福他。嘉义红灯没有，嘉义红灯也不是可以过，嘉义红灯还是要停好吗？先不要，先不要被撞到。最高限速是40，是本地人，本地人会开40。市区有可能，市区有可能，市区40有可能。因为嘉义人市区一般都开30几、20几、30几。没有，是你。是我吗？只有你。哦，好吧。好，好吧。叫妈妈开40、30。真的吗？红屏东，屏东红灯可以过是不是？什么意思？新勇是爸妈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太浪漫了吧！太浪漫了吧！下雨选了玫瑰。对啊，新勇里，因为里面可以待很久啊。对，他在里面牵牵小手。啊，没有人赶你，也没有那个什么场，下一场他没有清场。对。他就一直待在里面，你就在里面待一天了。对，所以他你也不用去怕说啊，我现在这个进去时间不对。也不用怕睡着。对，你就在里面睡一天，没关系，你就睡吧。你就一直看，也没有人来清场，看到你开心。啊、但现在没有市场，现在倒了，所以现在有市场，欢迎大家来投资嘉义的二轮电影院，等大家，靠你们了。因为我以后要去卖状元糕，所以我不能去开电影院。还是我以后去电影院二轮电影院，然后外面再加盟状元糕，好像还不错。好酷，好金博状元糕很忙哎、欸，我好忙哦。我是一个很复合式的一间店，我还要卖售后服务哎、欸。你会不会？一卖230。你会不会也没有生意的时候还要在那边弹？还要弹琵琶，好休闲哦。因为我要卖状元糕，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加盟二轮电影院。真是的，然后呢？用蛋糕等大家，还要收票，对，还要收票，还不错啊。以后蛋糕没有那个票，这样直接丢了桶子就好。而且我跟我们公司人讲这件事情，然后他说他觉得我很有前途，他说有可能会红，有可能会，我觉得有可能会上电视，但可能不是好的那种，应该不是好的那种上电视，还不错。改卖蛋糕跟米店，对啊，就很台湾味啊，超台湾味的啦，很棒哎、欸！打着茴香的文青风，对，还不错，一个卖230，我大概就230，为什么大概为什么是230？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230，就蛮顺的这个数字。有卖生气也真好，好像不是说卖这样的，好像很文青啊，半遮面，然后就好像很文青的生气也真。这个琵琶不是这样子的，对，然后就被骂死，被南管人骂死。这个琵琶是横着弹的，笑死！开放投资吗？欢迎大家投资哎！我等我以后要开，我再跟大家讲，欢迎大家投资，也可以加盟开分店，好像还不错。没有，是那个金箔230，然后普通的20块，这样，大家就只买普通的，差太多了。没有啊，普通卖30，哎，外面普通也都一个卖30，好像是普通本来就要30块，我觉得很久那我一个卖50，我基隆买30，基隆有在卖钻糕、基隆一个30，嘉义还我真的不知道，嘉义有文化路有人在卖吗？有，在靠近文化那里有人在卖钻糕，嘉义我意外很多哎、欸。我有看过2间，还有一间在民族路吗？民族路好像跟民生路那边有一间，但是我有时候没看到，所以我不太确定。它是摆摊的，所以我不太确定它不是经常卖。对，我知道那个文化路靠圆环那里有一间钻元糕、哦，一盒80块，但我不知道一盒几个，我忘记了。好久没一盒80块，真的得是，我以后就靠钻元糕为生了。欢迎大家加盟，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红。你为什么想台湾 set？你很喜欢吃状元糕，就蛮好吃的、不觉得很好吃吗？而且很酷，那个制作的手法， 用那个虎那边不知道是怎样就做好了，很厉害耶、好啦，10点法法是开了没？请问法法开了没？状元糕加米得加50元升级金箔版，金箔版200元了吧？哎，加50元升级金箔版，然后加50元聊天5分钟，然后再加50元聊天10分钟，这样好像还不错，
很会想哎，很会做生意，还不错，还不错。等法法，法法十点开入室，等他了啦，等他得死。你看法法同，等法法，法法迟到，法法什么时候开？推荐组合方案，还有卖糖葫芦，我们还会多加一个糖葫芦方案，还不错。怎么还得聊？不想聊天可以走，没关系，不强制，但是想聊天可以留下来。我们就采一个不强制。然后我跟刘小晴在那边讨论，他说一个可以开外送服务，就是成员外送服务，然后成员就会外送到你家门口外面，然后跟你聊天这样子。然后香港要运费哦，香港可能比较贵，因为他要付一个人，就是付人过去，你要买机票。我要买机票买过去，然后还要买来回票，然后他就会去国外跟你聊天这样，所以这个是为了那个 Lingo， 为了 Lingo 的一个服务，但是这个就要比较贵，就要买去南美洲的一些机票，他就会飞去南美洲。Lingo 在南美洲？对啊，他就会去。现在人在南美洲？对啊。啊，酷欸，酷欸，在哪里？酷欸，哪里啊？不知道。酷哦，我们一直很想去南美洲的那个玻利维亚，不是？对，我们想去玻利维亚玩。早安，早安，鬼宅。那天要转行，对，然后要付机票，然后我们就去那里跟你聊天，然后聊完，然后跟你玩正云告之后，会再回来这样子，我们会再回来的。加勒比海，加勒比海是南美洲吗？加勒比海在中美洲吧？哦，中美洲，对不起啦，对不起，加勒比海，它在加勒比海，加勒比海在中美洲吧？南美洲波。玻利维亚，想去玻利维亚，中美洲，错了，对不起，我说错了，差不多美洲，哦，在他在中美洲，在加勒比海，他在加勒比海做什么海盗？哈，他在做海盗，什么意思？他做海盗，他现在是晚上十点，加勒比海，哎，我还真不知道加勒比海，台湾人去加勒比海会做海盗。台湾人应该没有做海盗的勇气。加勒比海不是跟都是海盗吗？不知道。刻板印象，你要被挤了，暂停区是他说的。哈？郑志龙也是海盗。对啊。郑志龙也是海盗。对啊。哦，我不姓郑，还好，我没有姓郑。突然有点尴尬，怎么会？突然有点尴尬这样子。哦，上次看到他已经变绑辫子头了，他已经是海盗了。海盗吗？你是海盗是吗？哦，那个。对，还不错。哦，是那个 spiral 嘞。spiral， wow， 一个 English spiral， 什么嘞？什么意思？虽然我们就是会提供我们赚高外送服务，但是那个价格就会高一点，大概到几万块。他在那个，我还是很好奇，加勒比海。那个那边有什么做贸易吗？做贸易吧，还是做商务之类？出差？出差是吗？应该是海盗啊，就海盗，海盗就做海盗，还不错。哎、欸，林狗在、欸，林狗在做海盗吗？那头很难过吗？还不错，还不错。林狗好好奇哦，因为我好好奇哦，好想做海盗，怎么想做海盗是吗 ？Spirals， 不错呢，是呢。哎呦，海盗出现了！妈，电影看太多。现在还有海盗？现在还有吧？海盗客群很广，还不错，还不错啊！张法法是开了没？张法还没开是不是？张法开了再跟我讲。现在蔡马轩轩的爆竹，现在肺炎有点影响业绩哦，因为肺炎的关系，所以其实船会比较少，大家比较不会出海吧。所以你要当海盗，其实比较难抢。当海盗现在可好抢了，现在可以运出去的东西都很贵的，因为那个运费很贵。以前运费到纽，在讨论这个。以前运费一个私持货柜到纽约15万台币。四万台币。现在要 double 30万台币。哦，所以定狗可能正在做海盗，留辫子头这样。海盗会被疫情影响，对，差不多，但是反而比较好，是被影响到比较好赚是吗？因为他们在赚那个。现在比较好抢。现在比较好抢吗？你不是说的吗？你不是说现在30万？哦，
那个运费啦，运费啦，我觉得那个航运海运公司都在抢运费的钱吧，我觉得。嗯，还不错，还没有当海盗天分，还没有考虑一下。所以现在要装进去的，应该都是那个价值会比较高的吧？还不错啊，长荣股票涨翻天，有没有没有推荐的股票？现在不好啊，不好做，不好做，那个都是外资，现在都是会涨的，都是外资进来的。控八控控控 U G 控控控，海外神秘力量越来越强大，没错，没错，来自加勒比海的神秘力量。现在是很贵，对，封盘，台积电，那都是外资有进来的。我们还有生意头脑哎，还不错啊，妈妈，加盟一下啊，加盟一下，妈妈，海盗哦。加盟海盗，但是台湾人都很客气啊，台湾人没有，台湾人没有做海盗的资质啊。他说，不，你刚刚讲，对不起，台湾人没有。你在干嘛？对不起。海外人怕死，没有，主要是怕死。对，台湾人没有做海盗资质。在干嘛？对不起。哎，不好意思，这个可以借我偷一下吗？谢谢，借我抢一下，拜托啦！啊，对不起。操，我是俗啦！啊，对不起啊！你在那边干嘛？对不起！这还你！一点就好，拜托。我们有什么可以掉车？我只有菜刀而已。金门菜刀。我只有金门菜刀。太不错，输了，我们骂一下。出来！太孬了。加拿大人更容易说 sorry 啊，算了。然后日本人是想说，然后加拿大人多一个 sorry， 还不错。太孬了，就是比较孬一点。啊，张头发在大迟到是吗？这是 beggar， 不好意思，可以给我一点点吗？一点点就好。我们不偷不抢，我们是乞求。拜托啦。他还在干嘛？还不错啊，大家最近过得好吗？最近过得怎么样？还不错。其实我们两天都播两个小时，我们为了张法法。张法法，现在起床了没？加勒比海吗？加勒比海英文 ？Color be sea， 对不对 ？Color be sea。啊，真不咋。Color， 怎么了？回答。忘记一直在开火是不是？对。太危险了吧？我们差点失火嘞。Color BC， 如何差回答了？差回答。那怎么办？是谁？那边开火，怎么讲？大家差点看不到我们，我们差点要直播逃生嘞、欸，好可怕哦！要挟我，扎法法还敢迟到，扎法法太可怕了吧？要刷一下，我对啊，怎么办？太可怕了吧？差点要直播逃生了，大家我们现在问的是逃生室，我们现在在三楼了，很快逃出去了。太可怕了吧！灭火偶像，好可怕哦！有超会打味道，你想闻到了？闻到了，你是闻到才想到的？怎么好像有味道？有一点味道哦！直播时写下经典的一页，这样也太可怕了吧！史上最经典的直播，杀厨房是真的炸厨房，真实炸厨房。有哎、欸，有味道了，有味道了、哦，好可怕、哦！要死我，你们都闻到，你们又闻到了，你们又闻到了。那刘小晴今天的隐形眼镜好看吗？小晴今天隐形眼镜怎么样？说她今天都不用上班吗？为什么我还抢到老沙的浪花？都过多久了？谢老沙的红包。刚才想到抢一下，然后竟然还抢到26个，应该是主播保留名额。
我看蛮好看的，蛮好看的，大家都闻到是不是？还不错，还不错，是不是有点臭臭的这样？小晴晴也还蛮好看的，还不错，今天是咖啡色的。一家烤肉搬家乡，一家烧灰熊图，烧错万家乡。老婆在厨房，天哪！突然被闪，怎么会这样？老沙太过分了吧！上班中，蛮好看的，突然被炫耀哎、欸，怎么会这样？好可怕哦，太尴尬了，很好看，还不错，有龙眼木烟熏的香气，那么厉害，那么高级。又卖了一张三十九张，感谢，谢谢大家，谢谢我还是我们那个直播卖握手券，就是看有没有办法直播卖嘛。哎，现在我们讲握手券，现在是19张，一张特价，现在只要295元，295元哦，一张专辑里面还附上成员的申写真，每张有可能买到不一样啊，里面附录单曲，里面单曲有3首歌，呜吼呜吼吼，奔跑吧企鹅，还有笨蛋，哎，笨蛋 center， 哎哎，叫什么来着？完蛋，叫什么？突然忘记名字。笨蛋Center是吗？哎，叫什么 ？Hello Center 啊 ，Hello Center 啊，笨蛋Center是什么 ？Hello Center 真的是 Hello， 玩家在 Hello， 是在 Hello，Hello Center 什么笨蛋Center，Hello Center 啊，抱歉，就是有点被陈思雅传染，被陈思雅传染这样子。第三首歌是什么？被西雅传染这样子。然后还有附上的 off vocal 哦，只有纯音乐版本的，还不错啊。现在3首歌，有29，有298，有329都有卖，看你们在哪里卖啊。现在一张特价哦，也没有特价。然后买一张就有附上我们的握手券，握手券在3月13号、3月14号。那现在玩一下握手券呢，剩下19张，只剩下19张而已。为什么是19？一张玩一下19岁，现在19岁，刚刚剩下19张啊，不知道今天现在可不可以完售？有没有摸什么？摸啊！伴随偶像。现在买不到吗？现在听说光南没有在进了，是不是？现在就是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呢。已经开始停止制作了吗 ？Hello Center， 现在剩下19张，那么慢慢的一张一张慢慢减少，从开播的时候60张哦，现在已经剩下19张了。然后合照会剩20，哎，19张，合照会好像19张是吗？啊，直播组来了啊，现在直播组线上这里啊，现在马上。拜拜啊，露面一秒，减少一张，还不错，合照会19张左右，合照会握手会19张左右啊，合照会现在600块，里面有39人合唱版的39人问的呜吼呜吼吼啊，里面还会有可能抽到王艺家的申请真，非常机会难得的一张，特别 special gift 好，特别的好，附赠合照会的一个序号来了，合照会剩十二了，现在非常我们合照会会穿上我们的汉服，非常稀有的一个汉服啊、合照会，我现在想可能会露出锁骨这样，哎、欸，不是，我说握手会可能露出了锁骨之类的，不知道，可能穿一字领，然后锁骨很好看，我锁骨很好看，大家，锁骨电话是响，电话来了，踊跃发言，大家很好很好，一张吗？少一张的。可以，大家继续。现在呢，剩下十九张，大家，没有抹乳液，色诱也没有色诱，不是色诱。所以我就说我锁骨很好看，大家，我锁骨很好，我一下锁骨 so good yes， 锁骨什么麻友都开了，法法还没开，麻友的那我差不多可以关了。但是我的合照会呢，剩下12是吗？快卖完了，合照剩12啊，握手会现在是19张，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还可以登记，我们登记一路登记到2月22号，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大家麻油开了吗？法法法法还在睡，法法在干嘛？是还在煮早餐？合照会直接买，合照直接买，对，直接买，上网直接订购，哦，不错。哇，睡死了！好了，麻油开了，我差不多要关了。今天感谢大家来，还有感谢大家支持我的握手券，感谢，真心感谢，太爱大家了。迟到来，希望我握手会可以，握手会跟合照会都可以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体验什么？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回忆，好吗？谢谢大家支持。黑暗迟到，对，新年快乐！今天是牛年，哎，属牛。鼠年，今天是鼠年的最后一次直播了。鼠年最后一次直播，鼠年最后一次直播，下次见就是牛年了。对，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非常美好的收割，什么东西？好，大家晚安了。谢谢 K 的爆竹，大家晚安，大家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姐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好，跟他说午安了。老他就放午安，他就放午安，雨萍就放午安，小易就放午安。今天是周二，今天是 Hakuno Hibi， 等一下要抱抱吗？好什么？牙素就放午安，林果就放午安 ，Steven 就放午安，柠檬就放午安，飞镖就放午安，阿冠就放午安，小易就放午安 ，Steven 就放午安，大头大面就放午安，飞镖就放午安，雨萍就放午安，牙素就放午安，代代就放午安 ，Steven 就放午安，小白兔就放午安，九蛋就放午安，阿嘉就放午安，小一就放午安，泰然就放午安，茄子就放午安，愚者就放午安 ，Lingo 就放午安，笑英华就放午安，晚安晚安，蘑菇就放午安，瓜就放午安，阿冠就放午安，牙素就放午安，飞镖就放午安 ，Gemini 就放午安，老沙就放午安 ，You Chan 就放午安，林果就放午安，二月九号是。什么之日？什么之日？什么？二月九号什么日子？莫里斯就放午安，阿哲就放午安，詹姆奶就放午安，尬仔就放午安。听说今哦，知道，今天是天竺鼠车车之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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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呸呸！尬仔就放午安，好姨就放午安，大头大脸就放午安，阿亚就放午安。大家拜拜，各位。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万事如意的事。天亮就放午安，阴令就放午安。好啦，跟大家说拜拜了。